好啦，咁啊，我哋啱啱都講咗一啲即係今次見面嘅一啲目的啦，同埋一啲我哋之間嘅協定原則啦。咁不如我哋就即係可以開始啦。咁啊，不如都問第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啊，其實你哋喺參加即係個小組裏面咧，有冇一啲印象係比較深刻啲嘅一啲經驗？我之前咧有次記得跳舞嘅，咁跳舞嗰次咧，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都即係好新嘅嘗試。之前就細個嘅時候同跳舞一樣嘢咧，之前試過上台跳舞，俾人笑過嘅細個，咁所以一直都唔係好敢撞喺大家面前跳。咁嗰次。即係心理上高就係啦，就好似豁咗出去咁。咁都嗰次咧係入，其實係個心好掙扎嘅，咁就有啲想喊咁樣。咁好彩我組嘅係啦，其他人咧都好支持我，所以就好深刻咯。嗰次對於自己可以好似跳到同埋俾大家感受到嗰個感覺嘅時候。即係個心安嘅部分係喺你可以突破到，定係有其他人 support 你？兩樣。我都有呢個感覺，但我記得有一次咧，老師講話最緊要唔係分靚同唔靚，最緊要你自己表達到就得啦。自從聽咗佢呢句説話咧，我就唔理咯。即係其他人畫得好靚都好啦，我就自己照畫啊咁。我覺得真的會鬆咗㗎，畫完每次去完個組咧，所以我十次係冇試過缺席㗎。我去完咧覺得係好輕鬆嘅。咁最幫即係最深刻，我覺得係幫我好似認識自己咁樣，都有少少突破咗自己咁樣。之前我都係好驚呢啲藝術嘢咧，後屘覺得自己都做得到喎，會好開心。其實同你頭先講嗰個好似啦，咁有一次上我記得有一堂係用啲話劇嘅形式咧，咁就鼓勵大家寫翻低我哋以前嘅一啲故事，但係好多人都喊，咁嗰下覺得有啲身同感受，但係就唔想喺嗰個時刻度將自己咁脆弱嗰件表達出嚟。其實大家嘅故仔都好似有啲唔同，但係個大家個感受就好似好有共鳴。即係雖然嗰一刻我覺得我冇表露到我嘅，或者我冇喊啦，但其實我翻屋企都諗咗。喊都好咯，抒發咗出嚟。我喊咗好多次，所以喊每次喊都減壓啊。第一次嚟到就，因為第一次嚟到咧就用動作介紹自己，我第一堂嘅時候，我覺得好唔舒服，嗰種感覺好深刻噶。跟住咧又堂堂都又要做下動作，做下 drama 咁樣啦，覺得。令你覺得不舒服的那個位置是哪個部分？譬如做 drama， 或者我記得有一次整 play， 不知道為什麼要整那麼久的，其實但是呢那個都是有點奇奇怪怪的那種感覺。那個我嘗試想那個導師給我的問題，但我不是很代入得到係啦，咁我都重申少少啦，我哋即係今次嘅見面啦。係啦，咁我都重申少少啦，我哋即係今次嘅見面啦，都係上去即係啱啱講我哋個目的啦。咁所以其實大家一路分享嘅時候咧，即係都無論係邊一方面意見都係可以去喺裏邊分享嘅，都即係好似啱啱我哋開始講啦，都會影響到我哋之後咧去繼續參與我哋即係中心嘅一啲活動嘅嗰個權利嘅。好咁我哋第二條問題咧，不如可能可以達到，可以達唔到嘅，係啦。咁你覺得最投入到嘅部分係邊一個部分咧？喺成個小組裏邊，係啦。
哇！我最中意就係跳舞，開頭我好驚噶，都唔敢喐。但係咧，佢慢慢咧就可以就我咧。大家都諗起跳舞開心嘅個經驗啊！但係佢唔介意我跳得唔靚，鼓勵我慢慢慢慢，我覺得係又好緊，好緊張，慢慢可以咧，真係好似跳曬啲唔開心嘅嘢出嚟。我回家都有跳，自己一個人自己跳，咁咧就好鬆啊！我記得上次有一次咧係玩咧陶泥咁樣，咁陶泥嗰個做一個 meditation 嗰個我都覺得好，我記得舒服嘅。邊個部分令你覺得即係好舒服啊？即係個過程裏邊嘅。即係個觸摸定係嗰個係啦個觸摸，因為少少電話少啲嘢，好似嗰一下就覺得啊，咦，好似同個泥都好似溝通到啫，咁樣可唔可以即係我哋再問多少少溝通到嘅意思係，即係好似藉住佢，你可以任何嘅動作可以將佢。即係你嘅情感同嗰個例，好似連係咁樣，好高深啊！你犀利嘅。大家其實啲小組嘅設計應該都係一樣嘅，所以可能裏面一路都有啲分享啦，大家都會係，所以大家都可以補充嘅，即係再聽到人哋嘅一啲即係分享嘅時候。好，咁啊，仲有兩位。佢唔中意陶泥啦。咁都有講。中意陶泥之後嗰個 sharing。大家講才是最重要嘛，講的時候就有共鳴了，做的時候就感覺就講好一點。是，最頭的部分就是在整個小組裡面講的時候，那這部分即令到你剛才講就是說有多一些共鳴或者理解對對方，是吧？終於明白做了什麼了那一刻，所以終於投入得到，之前就一直都不是很明白，好難知道自己發生緊啲咩事啊，有咩用啊，究竟咁樣。第二係文字創作，因為咧有啲過程，咁我哋就用鼓勵我哋就用啲文字啦，或者係寫啲詩詞咁樣啦。咁我發覺係原來係好舒服嘅喎，將文字記低自己嘅一啲思緒啊，咁我就攞翻屋企仲作咗幾隻曲。哇！依家係讀書有嚟嘅，我搞的。我好驚呢部分嘅寫詩啊！你記唔記？我都咁，所以每個人即係投多一部分，可能都有啲唔同啦。黑好個圖底，寫嘢好，總之字好啲，你知道自己發生咩事嘛？可能唔同人有唔同嘅。即係文字嘅表達都令到你會有覺得即係睇得到嘅部分。咁都想問下大家，上小組裏面有冇啲部分係令你即係最不能夠投入到嘅？係啦。唔係唔投入，係唔識。好似頭先咁講寫詩，我都唔識寫詩，只係最後我寫咗三個字，三個詞語。冇啦，好似～不懂啊，都是那句，我覺得某些藝術的媒介不是令到我很 comfortable 的，譬如就是什麼啊，即覺得不舒服，譬如一開始就圍圈做動作，剛才說整泥呢，又好像其實不是那個質感的問題，而是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都聯繫唔到，乜都諗唔到咯嗰一刻，咁所以有啲難去投入咯。即係除咗文字同埋一啲講嘅部分以外嘅一啲藝術媒介，都令到你覺得有啲某啲在於咩感覺？所以嗰啲部分都令你唔夠投入到。係咯，個治療師又唔講嗰個目的係啲乜嘢，畫幅畫又點啫？咁有啲咩好處啊？想知道啲或者會好啲咯。
最後一條問題啦，睇下大家可唔可以亦都講下，就係喺個過程裏邊有冇啲咩新嘅發現，以至到可能你喺生活上又有啲嘅應用啦，係啦，喺個小組裏邊。原來我哋個個女人都一樣。即係可能係我哋有啲有小朋友啦，有啲冇小朋友啦，但係有啲同老公嘅關係真係好惡劣啦。咁包括我自己啦，咁原來冇自己諗到咁慘。我發覺自己都唔係最慘，因為我都冇小朋友，可以自己喺補習社度做嘢。但係有啲組員咧，佢哋有兩個小朋友。其實很吃力，我自己開頭很自卑，但是在這個組裡面，我發現其實我們有很多同心同氣的女人一起，就不用擔心，不要看低自己。我可以好像發現脫胎換骨一樣，我會很努力去做事，好像王姑娘說，每天都要做好每一天。要愛自己啊！我好中意呢句。Sharing 就會明白大家多啲咯，不過我共鳴感又細啲，咁我同大家少少唔同啦。因為咧，我本身有小朋友，但係我俾個老公搶曬我對 twins 啦，跟住要分我啲身家俾佢喎。我同我啲組員有啲揾唔到個共鳴咯，你哋頭先嗰啲，所以或者我難少少代入去咯。幸好我們那組其實很 好朋友的家，經常都會喝茶，互相支持。我想不同小組都有不同的情況，但是都多謝今天大家很坦白地將他們的一些想法意見去將給我們知道，都可以令到我們怎樣 去做這些小組的時候，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一個設計啊，或者一個帶領啦，裏邊。好，咁多謝大家嘅參與，係啊，咁啊。